出山庄。哦，这环境还不错嘛。什么叫还不错呀？这可是省委省政府专门接待中央首长和外宾的特殊场所。是吗？要是一般的客人就安排在省宾馆了，只有特别重要的人物才能安排在这儿呢。请出示证件。你搞什么名堂，方玉林？我爸在车上呢。请出示证件。你不认识我爸？有命令要求我们对通过这儿的任何车辆和人员检查证件，你也不例外。上面给你的命令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保护我爸和其他首长的安全。我爸现在就在车上啊。哎呀，小杰，爸，您甭管。方玉林啊，今天成心跟我过不去。丁小姐，分警员只是在执行公务。你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老婆，你干啥呀你？你找 AK 你啊？啊，几位？丁司令，实在对不起，他刚调到我们中队，不大熟悉警务工作。您请。怎么了，小杰？你是不是又跟那个方雨林闹别扭了？妈，我的事儿您甭管了。站安住！你要干嘛？这我想干。萧点，站安住！大哥，修电器。我还修你你呢。大哥没开玩笑吧？哎，娘，你还真会演戏了，差点把哥哥给骂过去。大哥，你说什么呀？别装了，你叫宋子龙，你叫汪辉，他叫赵酸酸，没弄错吧，少尉检察官？回去吧，我有车送你们。我们要是不回去呢？上！站！有事吗？我是副主席检察官方辉，我们三个同志在这办案，叫歹徒给袭击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前头的围场。走。走，就你一个人？哦，我们所就三个人，所长上县里开会去了，副所长又下乡办案去了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走，坐我的车子吧。哎，警车也没有吗？这就是警车，在我们这自行车也警车。快上车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哎，快上。这混蛋还没政府了，人呢？同志们，我军暴露目标了。我问你们人呢？你不会让我帮你去抓回来吧？没有这个意思，
前面有家医疗所，先去包扎一下，完了有空来派出所录个口供。哎哎，对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用不用我的车拉你去医疗所啊？不用，谢谢。哦，大巴走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再见啊。啊，东西收拾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啊。哎，孙姐，啊，你真的没事吧？哎，没事。不知道。什么？哎，王朗啊，你跑得可真快呀、啊！嗨，不瞒您说，哎，我不是吹啊，当年全省政法运动会的时候，我百公尺跑了12秒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战争年代，你肯定是普志高会投敌叛变。哎哎哎，你看怎么说话呢啊？嘿，普志高投的谁？投降的是敌人。在这关键时刻，